Hello， 咁啊，欢迎咧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咧，翻到嚟啊，我哋嘅国际大棋局啦。咁啊，恳请大家咧按赞啦、订阅啦、俾 like 啦，咁啊，仲有啊，货金支持下我哋啦。因为而家咧，我哋啊形势相当险峻啊，基本上咧由红标又黄标咁样搞落去咧，阿 Ken 哥啊，你有冇觉得我哋做呢个大棋局做好似火腿肠咁啊？而家佢第一次讲火腿肠咁啊，咁啊。差无两计噶啦，都危下嘅。喂，咁但系 anyway， 今次翻嚟咧系讲一啲好沉痛啊，同埋即系当初即系喂，大佬你要尊重呢个兄弟啊嘛，即系我哋同阿朗哥倾嘅时候，话明俾朗哥揸 fit 嘅，咁佢要讲乜，就算佢讲啲嘢九唔搭八嘅，都要谂计讲，何况讲啲咁沉重话题咧，其实我都觉得系有啲必要讲嘅。所以咧，我哋今日第二次翻嚟咧。应该会同大家探讨一啲社会问题，但系呢样嘢我相信系相通嘅。咁跟住啦，其实探讨之前咧，咁啊首先一样嘢啦，咁啊喂，其实今日系咪真系完全冇任何开心啲啊、欢乐啲新闻咧？啊，咁我想讲又好似唔系喎，但系呢单嘢咧就唔系香港发生嘅，可唔可以咁讲啊 ，Ken 哥？系，冇错。系，咁系咩新闻嚟噶 ，Ken 哥？好啦，著名两个著名嘅科技界巨头。一个就是朱西伯格啦，你个 Donald Trump， 另外科技界巨头啊，哦，习主席，科技界巨头，唔系佢嘅咩？科技界，我唔紧要啦，你讲啦。咁就 Elon Musk 同埋啊朱西伯格嘅就系嚟一个决斗啊，龙门嘅决斗啊，咩龙门啊？即系 MMA 嗰啲决斗咯。即系两条友混喺个笼入面，跟住啊，你抽我抽你个中啊。系啊，只抽啊。哇！點解咁解決啦、啊？即係喂，呢啲咁細路仔先會嚇、啊、用隻抽嚟解決事情嘅啫。阿、啊、朗哥，你聽到呢個新聞咧，你有咩感覺啊？我第一個就覺得精彩，一定要睇呢、這個，希望可以打成啲望都望佢打成。呢、這個娛樂性豐富，又對大家嚟講都係一件娛樂嘅事嚟嘅。其實唔係話打交咁簡單啊，真係開心嘅。哇！這呢單嘢咧嘅震撼程度咧，係遠超過呢個林作對呢個鍾培新喎。係啊，因為國際性啊嘛。系啦，嗰、那个都系 logo 嘅。系啊，即系大家你知啦，即系作为男人，我哋应该讲啲技术性问题嘅。咁你两位系睇边边嘅？其实拳怕少壮系，同埋我冇记错，好似阿朱西伯格佢系而家练紧武功啊嘛，即系练紧柔道同埋柔道系啊，巴西柔术同埋 MMA 系啊。啊，咁佢亦都好似話攞個獎啊嘛，最近攞個 MMA， 今年五月攞個 MMA 嘅金同銀咯。嚇、啊！巴西柔術。咁但係我個人嘅就中意阿伊魯馬士嘅，我中意孤注一擲嘅人嚟嘅。嗯。OK， 我中意佢呢種，所以我都係覺得伊魯馬士。咁兩樣都有佢個優點嘅，譬如阿朱西伯格年青啊嘛，39歲應該，但係缺點咧就同佢相對啊。矮少少咯，1.7米同1.88米嘅，即系一米差唔多1.9米嘅嚟，争咗几多寸啊？6-7寸喎，半个头嘅咯，其实争好远嘅。其实攻击要害嘅，你已经蚀底好多嘅。仲有你重量咧，一个人嘅重量同出拳有直接关系嘅。系啱嘅，绝关系一个6.2米，一个5.8米度。嗯，系嘛？你打不到他的要害的，有机会是出拳呢，除了你的拳头 你的上臂 的拉伸力，其实是条腰的问题。是、嗯哦、我知道李小龙所说的腰马合入，是啊，阿 B Water 其实真的，因为为什么我打开胶的嘛，我不知道。 OK， 你泵人呢不是那种呢卧企在直拳直肚啊，好像你小时候看漫画那样咩拳王咁样，即系你街霸咧，咪有个大拳套嘅，成个福建佬咁嘅，冲埋嚟打拳击嘅咧，成个拜神咁样嘅，记唔记得？拜神咁嘅样，有唔系佢嗰种打法嚟噶，系真系咧腰马合一咧，你其实你条腰、你脚都会出力噶嘛。咁你如果你就咁称嘅话咧，咁当然系即系你 Facebook 嘅呢个咧，朱西伯格咧，呢点睇都即系应该胜一筹啊！我觉得阿朗哥你点睇啊？我睇啱啱相反喎，即係個重量出拳有直接關係嘅喎，同埋高度都有關係嘅喎。嗯，馬斯克就反而呢樣就熟啲，除咗年紀大，51歲年紀大就蝕底咗。
肥都是优点嚟噶，其实唔好睇小肥啊。咁当然肥可以减嘅，嗯，啊，肌肉都可以练嘅，就有时间就可以练到嘅。但系咧，重量同埋高度咧系优点嚟嘅，唔好话唔好，你起码挨得先啦。第一，你俾我讲先啦，仆街，把声好卵难。哎，你咁样讲，掌门人咪好犀利？掌门人个高度睇同咩手细咯，系。唔系佢打啲女又叻嘅啫，系咪？佢嗰啲唔系打喎，应该。哎，我哋节目义勇不义噶啦，咁阿 Ken 哥你讲啦，唔好意思，头先我要爆声，你讲翻。唔系紧要，嗱我讲啊，传说中嘅一寸长一寸强啊嘛，咁你要拳、嗯、即系高啲嗰、那个只手长啲啦，咁基本上都系占优胜嘅。边个高啲先而家？马斯克高啲咯。是咩？系一米八八噶，差唔多一米九噶，唔好睇咁高啊！有系啊，啊呢个就呢个好着数嘅，又重啲又高啲。就算佢唔识打，佢都起码挨得，同埋大家出拳咧，佢都会重咗噶。同埋好大镬咧，其实阿 Elon Musk 咧，佢有备有武器啊嘛，佢呢个咧叫咩啊？星链系统啊嘛。喂，你有冇睇过 Iron Man 啊？揿两下掣，弹套衫落嚟，跟住着咗去打人备合衣啊！系、hey, 你即系当你即系当阿朱西伯格冇老道嘅，去做元宇宙噶嘛？佢咪因为咁，所以净困喺个笼入边咯。仆街，你掟喺外来掟入嚟，佢唔俾你掟噶嘛？你件战衣点入？但系你唔好忘记阿朱西伯格咧，佢呢个成就头先讲元宇宙，佢嘅成就系点啊？佢同阿萧山携手开发元宇宙啊嘛。佢系失败者咯。唔系佢系失败者，系仆个街啊！直情。你而家成元宇宙概念嘅东西，你攞出嚟，假设阿朗哥，我今日要同你倾啲元宇宙嘅嘢喎，屌，喂，你睇下朗哥会咩反应？咁啊，朗哥即刻静咗，唔识答你添。系啊，唔瞓再教俾面噶啦。你而家元宇宙咧，喂，即系我唔知道，阿 K 哥，你仲有人提呢个名词啊？啊，冇啦 ，AI 啦，而家全部，佢而家都转态去 AI 啦。哎呀，那个咩仲话讲埋 Meta 添喎，屌真系仆街呢次，即系算啦，都唔睇好佢噶啦，佢搞乜我都觉得佢磨噶啦，而家开始。嗱好啦，咁另外咧，我要回复听众啦。咁啊，听众话咧，我哋咧啲嘉宾啊，即系我哋啲嘉宾啊，边个嘉宾啊？即系讲紧咩啊 ？Ken 哥同朗哥咁 ，Ken 哥其实系主持，佢唔系嘉宾。跟住话佢哋讲嘢细声答声，我同你讲。逢系呢啲事咧，一概唔关我事嘅，当然系技术问题啦。所以 Ken 哥系咪你嘅错啊？你快啲讲。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因为之前用蓝牙，唔知点解啲声好细声啊。嗱，我今日换咗支麦，睇下效果，大家觉得 O 唔 OK？ 如果系嘅，跟住用翻支麦。专登嘥成千几人买支麦翻嚟录噶，今集系咪啊？讲真噶，跟住系咪先？喂，我哋个台啲咁嘅收益又赤字啊，咁啊，唔系 Ken 哥都咁有心买支麦翻嚟录，咁大家咧。俾啲包容同愛啦，咁同埋即係支持下我哋啦。喂，好啊，今日咧即係第二節翻嚟咧，真係凝重啲啊。咁啊，朗哥啊，今集咧好似係你嘅揸 fit 嘅喎，你話事嘅喎。咁啊，我見到啲數啊，分享下啫。係啊，咁啊，今集你想同大家講啲乜嘢其實？我會唔會黃標啊？講出嚟其實預咗啊啦，因為點解你上次即係叫第一集咧？我哋將佢斬開做啊嘛，東皇標啊，其實好醜啊。跟住同一時間咧，其實唔關你，真係唔關你事。我哋有兩個分別係三個半月，同埋有個係四個幾月前嘅節目咧，俾紅標咗。因為我哋俾 Nike 搞啊。嗯，係啊。咁所以我哋今個月真係啊，我諗一個歷史性時刻啦，紅標黃標食齊嘅，真係黐線啫，唔係講笑。啊好啊，繼續啊，朗哥，唔好理啦，攞出嚟講算啦。我分享一啲數字先，大家聽咗可能會好唔開心，但係呢個係。實際的統計來的2019年1月1日去到2023年的6月22日、即是多久、即是大概四年半大概是有關、自殺的新聞呢就有4583宗成功死亡的呢就有3394人、死了即是2019年1月1日到呢個六月廿二號，今年嘅六月廿二號啊，即係四年半，大概四年半到啦嚇。咁、即係平均每一日自殺成功死咗嘅人咧，係兩個，每日喎香港。嗯。嗱、啊，咁啊，嗰、那個
原即係企圖自殺都有1189人啊！即係如果計條數咁計出嚟嘅話，嗯，即係1394減翻4500，即係大概有1180起跳啊！昏迷救得翻啊，死唔去嗰啲咧都有1100多。系，即系个数字其实都几严峻噶啦。其实今时今日，嗯，啊，咁你又分析一下啲原因先啦。原因就系感情困难嘅就404人，系，工作压力133人，嗯，生活困扰有282人，健康问题呢、這个最唔系最多啊，第二多1204人，系。家庭問題215人，學業咧即係學生啦，62人，呢、這個數字都幾俾令人唔舒服，聽到都眼濕濕嘅。咁啊，財啦，財政即係欠錢啊，開唔到飯啊，417人。嗯，要挟威逼嘅7個，咁呢啲我就唔知咩原因咩佢要挟威逼啦。恐懼刑責即係為咗。为了逃避这个刑罰，为了不想被人拉，或者为了想返法庭，酒精影响，咁酒精影响92个，酒精影响这个是导火线来的，咁一定是背后有故事的，其实。嗯。药物，咁即是剔了嘢啦，有16个，原因不详，1129个，咁这个是4年半里面，即其实好悲观的香港人的这些个案，其实。咁方法我不想在这里讲了，即个也有统计的，其实。我唔喺度講啦，費事有少少令人有教唆，費事驚。但係總之嚟講，呢個數字令人唔開心啦。聽到都係，即係每一日香港自殺死嘅大概係平均係2個。嗯。即係你講呢個六月啦，這個今年呢個六月啦，今日出街係23號啊，或者24號啦，呢個節目。係。接近60人嘅啦，其實已經或者已經超過啦。其實如果22號計咧，已係58個今個月。這個數字真係好唔舒服，我睇到大家都真係大家嚟關心下身邊嘅人啦。其實我都自殺咧，唔係話你哋想象中話無端端走去嘅，其實有前因後果嘅。不過大家又可能冇留意。有些自殺的人呢，其實你不是真的想死的，之前有些叫做求生信號的，大家記得有機會留意一下呢，有些人講的說話，我不知道說了什麼，有時關心一下身邊的人，其實自殺的人會經常會發出一些求生信號，即是告訴你有自殺傾向的，你們其實知道的，很多人都沒有理到，輕輕大過，或者算了，沒事的，那就错过咗个机会嘅，其实。阿 Ken 系啊，阿俊哥，你点睇呢件呢啲数字？嗯。我自己嚟计，阿 Ken 哥，你俾我讲先，你讲先。其实咧，个数字系一啲唔乐观，一啲都唔乐观啊！我相信呢个数字啊，同而家嘅经济崩溃啦，同埋咧个社会压力咧，绝对息息相关嘅。你点可以拣就话喂，唔系啊，社会好好啊？啲人揾到嘢做啊！你唔 Q 做嘅，因为其实咧，我哋今日咧，阿 Ken 哥，我哋都收到听众嘅一啲反馈啊，去俾我哋嘅私信。咁佢其实系登埋佢自己张粮单出嚟啊。咁跟住咧，你会发觉其实即系当然啦，粮单有晒个人资料嗰啲，我哋唔可以将佢公开出嚟，但系就可以咁讲，嗰张粮单即系交嚟我手咧，我都有啲震撼啊！以佢嘅工作时间，以佢嘅付出。其实那个粮单即是你看到喂1萬元，其实是你讲到政府那些，即是你说你那些现在说要找人才啦，欢迎国内人来香港啦，很多东西都好像背道而驰的。你本地人都是找的钱是这么低的时候，他面对压力很大的。那另外其实面对压力很大这件事呢，就我不知道大家估不到，其中一个呢就是我讲的你的我。因为你想想，其实即是很多听众是跟我联络的嘛，有听众跟你联络啊嘛，大佬，那些不是后生仔女嚟嘛，那些人最喜欢喂找阿文俊，你估真的个个听众咁好啊，跟你倾下玩具啊，吓讲下咩？唔系噶，很多都是讲嗰啲问题啊，即是那些情况啦、啊，例如咁同我日日倾偈嘅，倾下倾到上咗天堂嘅，咁其实咧对我嚟讲咧。
我自己工作壓力都好大啊。咁其實如果我唔係叫做識得睇開啲咧，我諗我早抑鬱症咗 N 世噶啦，已經阿朗哥，我講真嘅。我明呢、這個，我明。其實抑鬱嘅呢，你一個嘅香港人，其實個比例都幾普遍嘅，其實。但係個問題，你唔會咧係嗰一個種類，例如你喺你自己圈子啊嘛，你唔同我咁樣，喂，點涉足幾個圈子？你諗下，即係我承受嘅嗰啲嘢係一定相同好多啊。但係點解都要去即係跨落嚟咧？我必須咁講。其實我都有節目講到啊，黃標紅標，其實個重點咧後面咧，其實我哋做節目啊，我做節目咧，其實唔係淨係話為收益啊，為乜嘢？其實一個最大嘅重點，我開始諗通咗啊。起碼我入面咧講咗出嚟咧，有時同你哋喺節目會傾下偈咧，可以釋放到啊。係啊，呢個好緊要嘅釋放，同埋有人會同你分享啊嘛。是啊，即是呢个是重点来的。即是很多听众呢，其实我亦都明白他为什么找我聊天，不通我特别靓仔，不通我特别得意咩？其实都不是。因为他是想跟你交流呢，你要分享啊。所以其实呢，我当然不止那位，即是我前就讲啦，上个天堂那位的听众啦。其实讲緊呢，我自己呢，有时啲听众呢，他一埋你呢，他讲几句呢，他好不开心的时候呢，我点样都会睇一睇嘅，跟住如果咧，我系做唔到咧，即系叫做话去即时复佢咧，我叫佢你去饮杯水啦，去乜嘢啦，缓和一下先。因为其实我唔知道我做法系咪，因为我真系唔识嘅。咁我问翻朗哥，其实如果你一个人咧去到个精神态度崩溃嘅时候咧，你去将佢谂办法去叫佢抽离下或者点，其实有冇用嘅？你觉得有用，有冷静一下，即系有时咧系积积埋埋一下。一下想不开，一下而已，真的一下而已。可能他坐在那里想想想，一下想不开就来的了。那你有一段疏疏套少少，起码将他延迟了，还有机会救得到啊。如果你不是的，由他咯，不知不理不问，那就一下就没了，其实没得掹的了。嗯，是即是不同说哦，受伤有得医冇的，这些一次过没下次的，这些即是不要忽视。你唔好忽视个死亡信号啊，即系信号啊，系啊，成日都话冇人关心啊，冇人理啊，好痛苦啊，即系听一堆嘅，哎呀，点希望听朝一瞓一睡不起啊，其实呢啲就系求生信号嚟嘅，即系你希望你哋去帮下佢嘅。嗯，系啊，你哋一定要留意一下你身边有冇人，即系一了百了，我哋讲啦呢啲嘢嘅咧，其实呢啲系求生信号，佢唔系想死，而系想你哋帮佢。嗯，你哋帮佢一下谂唔开，佢就走噶啦。嗯，啊，你即系留意呢个求生信号。喂，我想问下朗哥，你自己有冇试过有啲经历嘅咧？我试过好多我自己。你会点？系你可以讲下，其实个成因系嚟自边啲压力，同埋你会点？即系最尾会点拆咧？丹尼，最尾会谂啲开心嘅嘢咯，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咯，同埋咧，你譬如抑郁咁咧，其实仲有一个方法嘅，即系如果真系你有啲其实有啲网上嘅问卷填晒，你知道自己抑郁嘅度数去到几多噶啦，其实大部分都系自杀嘅啦，因为抑郁咧大部分啦，除咗因为经济啊逃避刑责之外咧，抑郁都系最主要嘅成因嚟，其实有份问卷嘅好多嘅。咁你填咗又俾個答案你個嚴重程度，咁第一就揾社工啦。但係咧，如果你肯去揾社工嘅話，你已經係贏咗七成噶啦，已經即係夠自己七成噶啦。肯行踏出第一步揾社工嘅話，嗯，即係如果你話你有時覺得因為抑鬱嘅唔未必會踏出第一步噶嘛，因為話明抑鬱啊，梗係唔會踏出呢一步啦。咁啊，揾啲小動物啦，啲動物啦，嗯，係啊，發泄下同佢傾偈啊，佢唔會佢。最受得比民動物是，嗯，係啊，即係你連社工你都唔信，你唔行出呢步嘅，因為你抑鬱啊嘛，係咪啊？動物咯，你同佢講啦，同佢傾偈啊。我想問下咧，朗哥啊，我長期累月咧都俾人話咧，都唔知道我係咪 short 噶，因為我會咧拎住啲兔仔啊、貓仔嗰啲咧，同佢喺度傾偈啊，捉住佢隻手啊，跟住咧，例如攞個頭揩佢個頭啊，跟住喺度同佢喺度講嘢啊，即係好似 B B 仔嗰啲咧，喺恩古古啊，跟住乜嘢咁樣咧。我可以咧，系咁样，咦？我咧对只兔仔咧，咦？我半个钟喎，系啊，系好事嚟噶，疏导咗好多噶啦，其实。即系跟啲人咧就话，即系喂大佬，你几廿岁人喺度玩兔仔玩到忽咗啊！你，佢哋系睇唔起噶，但系咧我唔理佢哋噶，
哎呦，你理得我之後，我又唔係捉住你咦我係咪先？同個兔仔同個貓咦我啫嘛，係嘛？佢啲貓都會有啲唔耐煩噶，聽我講兩句跟住屌柒我，跟住話你即係啲貓鬧人，其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？好開心，貓鬧你都係互動嚟噶嘛？係啊，都係互動嚟噶嘛。跟住你唔中意聽，我咪又捉下你咯。跟住你俾咗兩下，我都唔緊要啊。跟住你又氹翻佢，其實依都係樂趣嚟嘅。咁其實啲過程中你都係有個疏導你嘅，其實都係好事嚟嘅。咁揾人傾咯，但都話榮抑鬱啦，揾人傾嘅機會咧就唔大嘅。如果行得呢步嘅話咧，已經幫咗，即係已經係救咗自己七成噶啦。揾到人去傾，你肯主動去揾人傾嘅話，咁當然有啲人俾啲親戚朋友捉去嘅，咁就我都係幫到手嘅。但你一般人一般嗰啲抑鬱嘅都係唔會主動去揾人幫手，因為本身就抑鬱。我分享一個故事啊，其實唔會長嘅故事。个故事咧系我咧，上大陆做嘢咧，有一日我有时间喎，真系冇嘢做嘅。跟住咧，咁我喺广州咧，嗰阵时 join 咗间嗰啲所谓商体公司啊嘛。嗯。咁佢搵咗个广州妹出嚟，大家见面，咁约咗星巴克饮杯咖啡啦。咁啊正常啊，即系难听啲讲，唔系见面，嗰啲叫商体。咁你系咪应该个女仔啊打下扮啊？即系点样？个女仔系正常嘅，个样都正常嘅，唔错嘅。好似细我唔知四年啊，佢坐低跟住咧，佢突然之间崩溃喊，狂喊，跟住讲成件事咧，其实咧就我谂都几惨啊，因为佢系有个朋友啊，都系女仔嘅，早排走咗，走嘅原因同我哋听众一样啊，并发症新冠，跟住咧个女仔系佢大学开始识嘅室友嚟嘅，跟住佢顶唔顺。因为他已经是他因为件事崩溃了几次，他是即是又不方便啦，翻工又不要这样喊啦，跟住在家里啲屋企人又闹他不知所谓啦，人都走咗啦，喊嚟做咩？跟住他坐低，我乜都未讲，我未介绍喎，我叫咩名啊？我先有文俊啊，我做啲乜？乜都冇讲，基本上系我啱啱同佢饮紧杯咖啡。跟住饮紧杯咖啡，啱啱想倾嘅时候，佢突然之间无端就爆发，就喊啊！跟住成件事咧，入面有冇呢个相体元素咧？系冇嘅，完全冇嘅。成件事系我坐喺度听佢喊，喺度狂喊，喊咗应该十零二十分钟啦。跟住侧跟嘅人咧，连埋星巴克嘅店员咧，系以一啲好异样眼光望住我噶。你知唔知啲人谂紧乜嘢啊？Ken哥，唔知，以为你要同佢分手啊？谂过你唔知做咗对佢做咗啲咩咯？曾经系咯，仆街，一定啲人心谂啊！你睇下呢条友牛高马大，肯定啊，非礼啊，都未必啊，肯定啊，强咗个女仔啦，肯定有啲乜嘢整搞大佢个肚啦，跟住又唔认数，哇！嗰种压力其实我压力仲大，知唔知啊？你知唔知啊？佢讲一声唔好意思啫，我咧。我压力仲大喎，我 suppose 今日出嚟，即系你唔好话最后咩有咩做都好啊，当咪冇嘢做咪轻松下咯，见个广州妹咯，突然爆发崩溃啊，个情绪系突然爆啊，嗯，佢冇人分享到啊嘛，喺屋企又俾人话佢啊嘛，你喊嚟做乜啦咁样，即系呢啲说话其实会逼到佢癫噶，系咪啊，朗哥？系啊，因为你冇渠道去宣泄啊嘛。你即係嗰個氣球就嚟爆炸爆，你一定要放咁啲氣噶嘛？你放唔到，咁咪爆咯。如果揾唔到人，我都係嗰句揾唔到人嘅，即係你又一般唔會主動去揾社工，跟住就轉介精神科，未必會嘅，因為你本身就係抑鬱啊嘛，咁你就揾只寵物啦。你唯一幫到自己嘅，你發出求生信號都冇人幫到你，揾只寵物翻嚟啊！唔好話自己買啊，去人哋地方貓咖啡揾只貓玩下傾下偈啊！一定帮到多多少少都会宣泄咗啲嘅，系啊。喂，咁啊 ，Ken 哥啊，其实咧，我想讲我另一个咧解决麻烦同埋压力嘅方法咧，我相信听众们一定会知噶啦。逢系识得我耐嘅听众或者读者一定知嘅。个方法就系咩？食雪糕。我写稿食雪糕，同人出去倾偈咧，倾起又食雪糕，谂紧嘢咧又食雪糕，唔开心我又食雪糕。我幾時都係有任何情況就係食雪糕，咁我想問下，即係其實呢啲情況咧，做啲咁嘅事啊，有聽眾啊不停鬧啊，其實到而家咧係都不停鬧啊，叫我戒煙咯，唔好食雪糕咯，唔好飲酒啊，你都黐線啊，我唔食，我唔飲，
我死咗噶啦，其实我认真嘅，我同大家讲啊，我死咗噶啦。啲压力唔系你谂到咁简单啊，喂，我唔系同你度紧你嗰啲嘢啊，你而家冇钱交租啊，跟住我唔系呢啲压力嚟噶，系认真真系生存压力嚟噶。其实即系我唔系咁嘅，我死咗啦。即系我中咗呢个新冠阳咗之后咧，其实我自己独立噶隔离嘅时候咧，我都系咁怼烟啊。跟住即系都系第二日好翻啲啦吓，饮多牛奶之后咧，我第三日已经叫我即系我同我啲兄弟一齐啊，我已经叫佢喂，你睇下楼下有冇威士忌，我攞支威士忌上嚟。其实我的情况真系咁，即系你可以话喂，咁你条友系咪即系吓即系呢个系咪一个病态咁？但系起码喺我觉得咧，你唔好理，起码我用呢啲方法咧。喂，我一直苟延殘喘到而家喎，好嘛？咁啊，阿朗哥其實啱唔啱嘅咧？咁樣做雪茄可以，但係酒咧就唔好。反而咧，一般人咧飲咗酒之後咧，自殺個機會率仲高咗㗎。其實嚇咁大鑊，唔係瞓覺嘅咩？基本上我係佢覺得佢減輕自己痛楚先啊嘛。其實自殺最大嘅心理關口唔去行嗰步嘅咧，就係驚痛。哦。這個咁啊，飲酒咧就係其中一個減輕痛苦而就可以即刻出格自己去做嘅嘢嚟嘅，即係個藉口。其實我自己咧，我每次咧，我去到最極端嘅時候咧，我即係可能啦，我都會咧，就算我同佢關係唔係幾好，有啲代溝咧，我都會試圖揾咗我爸爸媽媽先嘅。跟住去到咧，其實佢哋唔會理任何事嘅，基本上都係揩塊面啊鬧你先啊嘛，甚至乎唔復你信息啊嘛，咁唔緊要啊。跟住之後咧，我就會揾邊個咧？即係揾我之前同我一齊時間好長啊，十年嗰個女仔啊，我會仍然揾佢，因為成件事有咩頭暈身咧，佢即刻打俾佢啦，就話喂，我頂唔順啊，點樣咁樣？咁第三個電話咧，咁即係大家可以參考，但係我建議唔好咁做。第三個電話我打俾浪哥吧，會。咁跟住咧，但係其實你去揾呢啲人咧，就算得出嚟個結果唔好咧，好似我爸爸咁樣。咁讲唔到嘅，同佢讲我而家唔开心，咁转头俾佢闹翻转头啊！成件事，我相信无论系同我爸爸啦，同阿毛毛老师咧，都系咁噶。因为个世界有佢点我哋讲噶嘛，不论任何情况。咁之后你第二个电话打俾你，即系喺你个心入面啦，最高位置最爱嘅人咧，我相信呢样嘢系有啲帮助嘅。即系无论你同佢而家关系点啊，甚至乎你同佢关系唔好，佢同你闹交都好咧。真正同你認識得好耐嘅人咧，係咁重要，佢亦都知道你係佢對你咁重要咧，亦佢有啲咩緊要事，佢都會肯聽你講嘢嘅。咁我基本上咧，我係冇一次咧係即係叫做話好唔掂啊，真係遇到大問題咧，跟住去揾啲譬如話聽眾啊，或者普通識嗰啲朋友仔啊嗰啲，我都唔係。其實我久而久之咧，如果我揾唔到阿朗哥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傾訴對象咧係變咗我報紙嗰個編輯啊。即不知不觉他做編輯咧，入嚟做散仔開始咧，做到即係副刊嘅領導人啦。他做咗八年噶，我睇住佢結婚啊，生 B B 啊，太耐時間啦。跟住搞唔掂，其實我係就會同佢講啊，喂，搞唔掂啊，有嘢唔高興啊。佢就會點都好有耐心咧，即係必須咁講。有時啲嘢咧，可能我衰啊。嗱，我係咧讀者量最多嘅作家嚟嘅，呢樣嘢唔使質疑啦。淨拋嚟嘅，係相對你啲作家，你都會有呢個情緒問題啊嘛。咁其實我嘅編輯係咪話喂幫我執下標題啊，執張圖啊，幫我改錯字啊，係咪做呢啲嘢咧？定係啊你個文進發脾氣啊，寫篇文又唔寫標題啊，跟住我幫你執咧？即係我諗呢啲嘢咧，經過咁多年咧，八年幾嘅光陰對佢嚟講咧，呢啲嘢係好小事嘅。最大鑊咧，其實我有幾個 moment 咧。是最大鑊咧，都係全世界，尤其是可能譬如話我嘅聽眾啦，或者當時我未做網台節目啦，普通讀者啦，識得我嘅朋友，普通嗰啲啊，係冇人察覺到嘅。唯一察覺到我有異樣嘅人咧，全世界係得兩個啦。咁啊，兩個都係女仔嚟嘅。咁唔使講啦，第一個就係嗰個企咗十年隔離嗰個人啦，佢即刻係聞到味嘅，即刻知啊。跟住另一個就係我報紙編輯咯，即係呢個係我嘅情況嚟㗎。即係對我嚟講，呢個係我嘅情況嚟嘅。咁但係我覺得你如果大家都要揾呢個角色出嚟嘅，如果你冇呢個角色咧，你好易又拉咗啊。其實我最貼近咧，真係
自己自我搞掂嗰刻咧，正正係我喺其實唔耐噶，就四五月嘅事啊嘛。我當時病到個狀況係好差噶，其實我身體狀況係好差，差到好犀利，係差到我自己驚咗啊！我未試過咁樣噶，我未試過咁大個人未試過發生咁嘅事啊！跟住其實係啊，嗰段時間我係曾經你知啊，喺醫院你望住個天花板，你又冇嘢做，你又唔會開電腦開手機，冇根本冇。其實你就會個人諗諗下咧，諗到偏曬噶嘛。即係我坦誠啦，我係諗過喺醫院自我拜拜喎，我諗呢樣嘢喎。跟住唔得，我去到嗰刻咧，我覺得咧，我再咁落去，我過唔到今晚噶啦。咁我咪選擇咪打兩個長途電話咯。即係呢個就係我嘅求生經歷咯，可以咁講咯。咁啊，交翻支麥俾兩位啊。咁我頭先講到咧，呢個求生信號啦。咁另外就係話疏導嘅問題啦。你揾社工揾得社工嘅話咧，你其實即係你嘅機會已經好低㗎啦。其實已經低過50%㗎啦。揾得社工同埋身邊朋友主動去講出你心裏邊嘅問題啊，主動去講咧，就已經減咗。得翻50%以下噶啦，咁但仲有一個方法嘅，即係你唔想講，好已經好嚴重噶啦，唔想講嘅話咧，養寵物啦，同動物傾偈，仲有一個方法就是去教會，任何教會，係啦，咁就唔使同佢講噶啦，你嘅經驗，因為你唔想同人講嘛，因為你係抑鬱啊嘛，你唔想同人講，擺喺心裏邊啊嘛，咁你咪聽佢講耶穌咯，講耶穌都係一種聽人講耶穌都係一種疏導嚟嘅其實。咁其實嗰啲同埋都好多教會啲教友咧都好親切嘅，其實好多教會都大部分咧，我唔可以話全部啦嚇，都好親切嘅。初你去到時候咧，你第一次行入去嘅時候咧，一定係對你非常之友善嘅，呢個都係一種疏導嚟嘅，即係一定寫你噶，係啦，即係唔好理個教會個本質或者嗰班人嘅心諗乜嘢，起碼嗰剎那係會疏導到你嘅，啊，即係你主動，你唔使同佢解釋你為乜嘢噶啦，其實你。其實入得教會得嚟嚟去幾種原因嘅啫，咁其實大家都知噶啦。咁即係入得去嘅，亦都知道；見到你入嚟嘅人，亦都知噶啦。咁啊，亦都唔使特登解釋你話你要發出求生信號，唔使噶啦。入得去嘅就有人會幫你噶啦。係啦，可以考慮下呢啲方式，或者即係你話，如果真係好嚴重嘅，唔會打電話去防止自殺會嘅，一定唔會嘅。打得去嘅，即係根本就冇心啦，係咪？即係如果做得出嗰啲就唔會同人講嘅，浪哥啊，求生信號嘅啫。係，我講一次啊，其實咧，我試過咧喺國內咧，即係我咪講我嗰次係真係唔掂啊，頂唔順嘅。其實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未試過打去啲咩防止自殺會啊。跟住我打過去嘅時候，你知唔知佢同我講咩啊？佢叫我揾翻國內嗰邊啊。係啊，即係我打去香港嗰邊啊。跟住佢話，我用廣東話同佢講啊，乜乜乜咁樣，跟住我打嚟想傾兩句，你心諗話唔係啊，即係混咗。你打電話俾人會打到去呢啲地方，我真係未試過，我嗰次試過一次咯。跟住佢同我講咯，嗰啲咩廿四小時求助熱線咯，你電話你唔喺香港㗎係嘛？咁跟住咧，你可以打翻你嗰邊，你去問翻你嗰邊嘅求助電話咁樣喎。佢應該點解唔係第一時間疏導你先咧？是啊，冇疏导啊，冇疏导到啊！阿 Ken 哥，你可以讲讲啊，我亲身经历噶。佢应该见到跨区，佢未必 handle 到你嗰边啲嘢，或者佢入边条街拉见到其他地区嘅，即系譬如国内或者澳门嘅，一定要掟翻俾佢哋，佢哋唔可以插手，应该有啲咁嘅潜规则喺度。系啊，因为佢都惊你国内人，可能系文化唔同，有啲嘢都唔知点教。我估个原因就系咁啦。屌，我同佢讲到明咯，我啊而家大陆啫，我香港人嚟噶，香港个老身系几多 number 讲埋。咁跟住另外澳门证都有嘅，讲埋 number 报晒俾佢咯。咁佢都话你而家身处嗰个边度啊？你不如揾翻你当地啊求助。佢为咗呢样嘢同我拗咗三分钟。咁拗一拗下，咁你就疏导咗你噶咯。其实可能系啊，疏导咗噶啦。其实我打去，你系由抑郁变成火滚啊嘛。哎呀，唔系火滚啊，系火捻滚啊！屌你老味，做乜捻啊你？佢成功嘅疏导咗你咯。系啊，佢成功疏导咗，可能佢特登添啊，知道哎条友仔咁样弹下你冇事啦咁啊。系啊，我同你讲啊，你知唔知最鸠过分系乜嘢？最鸠过分系最屘吸我线系。
咁得咯，够绝啦！听日再打过嚟，我如果你够胆你估啦，我保住佢，我咁啊，你一定唔会死。系啊，至少你今日唔会有事。唉、哎，人哋用心良苦啊，文俊兄。哦，原来咁嘅，原来咁嘅，咁啊，阿多谢你啊，师姑娘吓、啊，我记得你啊，唔系，好似阿古阿仔嗰套戏咁啊，靓骨同阿牧师讲，我知你边间教会啊，唔系咁。唔系啊，亲身经历唔耐啊，冇耐啫嘛。我先同你讲，其实我最贴近死亡嘅时间四月啫嘛，四月嘅事嘅咋。其实嗱呢啲嘢我又讲翻嘅，我都嗱、我冇呢啲念头嘅，从来，因为我平时就会有压力的话，我就打机嘅，即系打游戏机啊，吓咁样嘅，会抒发咗佢嘅吓，咁即系好重嘅时候，咪开啲快打出嚟打下咯吓。咁樣咯，啊，咁但係我試過有個 friend 咧，嗰陣時好單嘅，咁嘅佢又唔敢講佢啲嘢俾身邊，因為身邊啲人一聽到嘅實屌啊嗰啲事，咁當然唔係做衰嘢啦咁樣嚇，只不過佢容忍佢女朋友，即係佢點講都啦，一定會絕交，咁撚樣你都就我乜乜柒柒嗰啲，即係嗰啲啦。但係我係一個好好聆聽者嚟㗎，我從來唔會屌，亦都唔會俾意見，我就係得齋聽嘅啫。佢可能一晚打電話嚟同我講呻兩個鐘。就呻出咗，呻足咗三個月，佢都臨尾同我講，臨尾分咗手之後，同我講冇威度，可能佢自己自殺咗噶啦。我冇乜點出聲嘅就成件事，我聽佢講嘢嘅，就係咁樣。其實有時候揾個樹窿咧，都係一個好好嘅解決方案嚟嘅。係，係啊，揾個聆聽者，乜都唔講，即係寵物一樣啦，或者係咯，對住埲牆講嘢，對住兩個天亂咁講一輪粗口，都係抒發嚟嘅。其實好唔好話抒發先啦，起碼係都係可能係疏導咗少少啦，唔會即時爆發。係啊，諗一諗就會爭件事，爭好遠嘅成件事就會。就係揾啲動物傾偈咯。啊，上網睇下啲玩具，睇自己中意嘅玩具咯。分享一下啲玩具啊，同人哋分享一下玩具咯。疏導就係揾啲動物傾偈。冇啦，自己嘅好行出去金魚街睇人啲貓啊，睇下啲狗啊，睇下啲烏龜，睇雀仔啊，疏導下先啦。同啲唔識嘅人講又冇用嘅，係咪疏導唔到噶啦？同啲教會嘅人講咯，傾下偈咯。佢講你又佢又喺度講啲嘢，你覺得唔啱聽嘅，你咪屌下佢咯。都係疏導。你揾嗰啲係基督教嗰啲啊？天主教啊？基督教。哦，好啊。聽你笑下佢鬧下佢啊，咁都係一種疏導嚟喎。其實，即係頭先你講嗰個求助電話咁樣，喂，你唔啱聽鬧佢都係一種疏導嚟噶嘛。我冇鬧佢啊，我係非常好禮貌啊。即係你日懵懵地都係鬧，都係一種疏導。係啊，我乜係喺國內唔打得嚟噶？唔係我有身份證可以打嚟噶咩？即係好冷漠噶、那個情況，佢都好似唔當你個情緒有問題咁。即係我突然覺得，喂，我咪打 Q 咗啲政府部門啊，跟住喺度咁樣拉鋸啊，拉到你直情冇人啊，最尾就要吸埋你線。我心諗，喂，大佬你唔係嗰啲乜乜防止自殺會嚟咩？點解咁嘅？我當時好震撼啊，其實呢單嘢。仲有一種疏導嘅就係而家打嚟嗰啲詐騙電話咧，都係一種疏導嚟嘅。即係我好怕電話響嘅，其實一電話響嗰種咧，我成個人會崩潰嘅。其實，但係咧。誒，發現詐騙電話我好開心嘅，即係又係一種疏導嚟嘅，我又可以玩下佢啊，鬧下佢啊，我又唔使負責嘅，佢又唔使負責嘅，都係一種疏導嚟嘅其實。即係你覺得佢煩，吸佢線，你覺得騷擾你，咁點樣同佢諗咧？佢係俾你我嚟發泄嘅喎，係咪一個好方法？都係一種疏導，哇！咁啊，我又舒服好多喎，又笑一我笑一笑咁，身邊嘅人見到我笑一笑埋一份，聽住咗搭車有時鬧完之後，我又舒服咗。身邊人見到笑一笑，我又笑一笑，咁我又好開心喎，成個人又會又疏導咗，又會啊，即係有冇睇少嗰啲電話，其實幫咗好多嘅啲人。其實咧，我同你講啲詐騙電話啦，或者咧另一個咧，澳門會多少少收數電話啊。我當時即係件事都唔係近期啊，好幾年前啦，即係我要分享一下。咁其實當時有個人咧係本來佢係收數嘅，咁跟住佢打俾我質跟嘅人啊，咁我質跟嘅人其實即係我覺得唔多錢啦，佢欠咪7000蚊啊嘛，咁跟住咧，但係佢態度唔係幾好嘛，咁我喂街啦，即係你知，即係我嗰陣時做緊賭場嘅，就係一顧嘅啊職業病啦，江湖作風啦，一打嚟問佢啊，你邊位啊，我乜乜乜，係咁樣開始先嘅，
跟住傾傾下咧，對家其實係個好認真講，對家都我諗係個四廿零歲、五廿歲左右嘅男士啊。佢傾傾下，佢突然之間唔知咧講講下，佢就話啊，我把聲好似佢一個朋友仔，跟住我話咁傾下偈咯，大家係咪先？即係各為其主啫，你打嚟係咩？我會叫佢還噶啦，誒傾兩個偈啦，點樣？大家澳門人傾下。佢講講下講到喊啊！因為佢係講到崩潰嗰下咧，佢係講一句：，唉，如果我同我爸爸，我可以咁樣同佢傾一個咁嘅電話咧，我就心滿意足啦。跟住咧，佢再講咗兩句，我估到咩事噶啦？阿朗哥，你估到咩事啊？唔知咧。佢爸爸走咗啊？係佢爸爸走咗啦。跟住就喊到 free fair 咧。跟住我就話兄弟，即係我都叫曬兄弟，因為冇辦法喂。算啦，大家三點水嘅，有時啲嘢即係話明嘅，真係明嘅，因為佢都即係講到，其實佢後屘咧都好慘嘅，聽到佢講，譬如除咗佢爸爸嘅事啊，佢都係嗰啲譬如話離咗婚啦，跟住帶住個女啦，即係做得好辛苦啊。佢話有和尚邊個唔想做阿呢啊？即係佢唔係衰咗啲嘢，佢可以正常去入到賭場揾份工啊，點樣啊？佢唔使做啲嘢啊，日日去你屌人，有啲怕你嘅就俾你屌，屌完。之後有啲唔怕你，好似我呢啲黐線嘅，響埋躲靜喺度屌翻轉頭嘅，跟住即係佢都好大力噶嘛。佢同我講，其實佢都好大力噶。佢話認真講佢話，喂，我冇諗過啊嘛，打俾個事主，突然之間你搶我電話，跟住你同我講多咁嘅嘢啊嘛，係咪啊？佢話喐起手上嚟，我點救你？你玩啫，係嘛，俊哥咁樣。咁因為點解佢應下佢知我邊個嚟㗎啦？開始咁跟住，即係佢都講咗佢難關嘅。所以其實咧，自從呢次咧，我係即係呢個。收數電話之後咧，坦白講，我至今咧我冇鬧過任何一個啲，譬如你話個電話詐騙啦，或者嗰啲打嚟啊，叫你去邊度順豐啊、速遞啊嗰啲咧，我就算明知係有問題咧，我都係即係講一聲啊，唔得閒啊咩啊，跟住咪收佢線咯，即係將佢擺落個電話嘅黑名單咯。我一個都冇鬧過，正正係因為呢件事，因為你諗下，大家即係四十歲人，咁喊得咁犀利。佢直情係傾傾下，佢都頂唔順啦。我相信，即係有時啲嘢我會睇兩邊咯。即係因為點解我自己都試過，我試過收數啊嘛。如果我話未試過就呃你嘅啫，係咪？喂，咁即係你要好大力噶嘛，收唔到點啊？跟住你要俾人問候娘親咁點啊？即係嗰個情況，喂，其實嗰啲人其實做呢啲嘢嘅人，佢未必係真係咁好 EQ 啊。即係呢個我睇法啊，朗哥。是我都明白，即係今日我就有個人同我講，見到一個揸外賣嘅送外賣嘅人喺個行人路揸單車橫衝直撞，係咁即係佢唔啱噶啦，法例上都係錯噶啦，咁啊仲要講粗口壞你話你阻住佢，咁其實兩件事兩個方案去睇嘅，第一樣嘢就佢做外賣都唔易捱噶，咁係嘛，咁啊就係佢做外賣嘅都唔易捱，第二個立場睇。佢咁撚叻，唔使做外賣啦，算啦，有鳩佢啦，即係只狗咬你，唔到咬翻佢轉頭咩？係咪？即係有兩個方案，同一件事有兩個方案去睇嘅。咁即係做外賣都唔易噶，將就下啦。咁睇你自己點去消化咗件事咯。我上次喺大陸咧，真人真事啊。其實我都喺即係搭 lift 啦，有個即係嗰啲著住嗰啲美團嗰啲衫啊，美團嗰啲外賣手咧。佢突然之間，佢話拎住啲外賣嘅，佢因為可能佢同一層樓要送幾層啦，佢拎下其中一袋咧，個袋斷咗啊，成盒嘢一彈掉落地下，跟住咧大鑊㗎，你諗下，即係幾廿歲人喊啊，真係喊啊！咁啲 lift 啲人咧，好似見到一個唔知係傳染病咧，黐線佬咁樣過走啊，係得我一個咧，走去同佢講，會發生咩事啊？哦，跟住會原來俾公司罰款，跟住又俾個客投訴，跟住自己要賠傷賠錢，要點？佢一定收唔到聲，一路收唔到聲。跟住我逐層同佢一齊送咗正咗啲外賣先。跟住我走咗去嗰層咧，同嗰個國內人講，好彩嗰個都話嘅，大家溝通到嘅。跟住我話係唔好意思啊，頭先咧搭 lift 啊，多人你知啊，咁啲人撞到咯，咁我隔離我見到成件事。你可唔可以唔同公司投訴呢？咁你唔介意嘅，不如你而家落多一單啦。咁我俾啊，咁都合法唔貴啊，三啊呢廿六蚊啫嘛。我唔貴啊，我俾啊嘛。
係嘛？即係我話咁，我喺隔離嘅啫。咁跟住無謂啊，係咪先？咁即係幾廿歲人，咁你都見到啦，佢好慘嘅，喊得咁犀利咁啊！咁、那個人通情達理嘅，咁佢都冇要到啲乜嘢，咁跟住個外賣哥哥話，其實賠咧你兩個都唔係你嘅問題嘅，應該係我賠咁啊，係我話算啦，啊我話啊兄弟，入我數啦咁樣，咁成件事去最尾咧，即係嗰種反差咧，係我當時喺大陸咧，質根嘅人咧，全部當佢係一啲外星人啊，即係有問題嘅人咁睇佢嘅，跟住係個個避之則吉嘅，見到佢即係咁大人啦、啊，喺度爆即崩潰啊！爆喊啊！咁即係仲戴住嗰啲電單車頭盔喎、啊，戴住嗰啲電瓶車嗰啲咁嘅頭盔啊咁樣咧啊，係啊，跟住爆喊咯、啊，跟住即係其實我有時都即係我覺得好恐怖啊！究竟個社會要係發生咩事，啲人先會逼到咁樣啊？即係我係有咁諗噶，或者咁睇啦，即係冇如果撇除呢個電話詐騙啦，譬如有啲嗰啲叫做咩话？叫做财技啊，财仔啦，打电话嚟问你借唔借钱嗰啲，佢打份工嘅啫，人工唔系好高。好似头先你有个听众有份粮单俾你睇，咁调翻转头，你嗰一个外劳1000蚊一日包食宿喎、啊，原来包食宿我俾埋地方你住、啊，包埋你食、啊。咁啊，成件事咪更加会听完，大家咪更加会唔开心咧？会唔会？我哋个听众咧，俾埋粮单咧，写好大段好感触个位咧，我哋真系唔开佢所有身份同埋咩啊？其实段嘢我唔知Ken哥睇完有乜，我都俾咗朗哥睇，我唔知Ken哥睇完，我唔知阿Ken哥睇完咧，或者朗哥睇完有咩感慨啦。其实你讲到啦，喂，啲外劳搵佢落嚟1000蚊一日，连埋食宿，我哋嘅听众咧，连外劳嘅一半都冇啊，人工系。要自己找地方住，自己找地方食，水电煤都是自己的，不要说搭车添啦，咁啊外劳咁有厂车接送啦，随时系咪？我哋点解咁样对香港人呢？嗰张伦敦如果冇记错啦，12000几份人工，咁即系等于外劳做12日嘅人工，仲要包食住、啊，佢想包埋自己交租。吃饭搭车喎，12000几系啊，不如换张身份证讲普通话啦。如果系咁，换张身份证咯，当外劳就做咯。如果系咁，搵得仲多添，仲包埋我食住，系咪？一净系食住都悭翻5-6千啦，一个月啊。因为如果香港嘅生活指数悭翻7-8千啦，系咪啊？一定啦，嗱，因为好简单计啦，我当你佢嗰啲。佢嗰啲係嗰陣時冇費嘅時候起噶嘛，嗰啲倉一個倉住兩個人，兩張牀位啊嘛，係咪先？我當你 add 多個入去啦，三個人。喂，其實如果你四個啦，兩張碌架牀四個人啦，當你係啊，兩張碌架牀四個人。喂，講真啦，你知唔知一個貨櫃租嗰啲而家都要5-6千4-5千啊，最少。是啊，貨櫃屋租出嚟住4-5千，仲要系4-5千，讲紧嗰啲系哇山卡拉道，你都唔知点去嗰啲貨櫃屋喎，住人嗰只。阿龙哥你佢知啊，阿文俊你知唔知啊？一间劏房啊，唔好话大啦，60-70尺嘅劏房，平极都挨住3500-4000啦。唔系劏房，澳门咧系。澳门有呢啲嘅劏房，以前咧赌业兴盛时候咧，其实我见过咧一个三房单位，一间房系瞓咗成7个人嘅，一个单位系住咗20个人嘅。嗯，厅有人瞓，房又有，跟住人定系外劳定系咩嚟嘅？全部一系外劳喺澳门打工嘅，一系大把仔落嚟揾食嘅。咁当然啦，佢梗系唔系咁正规嗰啲啦。你不要知道他是有牌的那些，他下来的什么都做的啦，什么无端带几包烟在个袋上，然后又、你要唱钱啊，老闆要烟啊，他做那些什么叫做那些不是我小时候做的工作咯。其实是啊，每样东西都是钱啦、啊、眼中每样东西都是变钱的。是啊一蚊都不放过。是啊，我小时候都是这样的，我小时候以前在回力都是这样的，个袋子带着几罐那些，就是Ken哥经常说的那些啊。其实那些铺个咸鱼啊，吓帮下买噶嘛，我袋住几罐啊，长期手信啊嘛，即系你嗰啲咩望下山望下海咪沟旅行嗰啲，我成日袋住啊。
你知唔知我细个咧，成我试过咧代嗰啲手信代到变亿啊，亿尾啊。嗯。阿 Ken 哥讲翻啦，即系澳门有噶，我系答你呢样啫，继续啦。吓。我講到啦，其實你話劏房貴嘅原因就係因為你近你翻工嘅地方度慳地方啦，慳時間啦，嚇都可以咁講。但係你話喂外勞，你俾埋地方住，俾埋佢食，依樣嘢但係人工同我哋差唔多嘅，依樣嘢就真係冇得講喎。同埋我見到嗰個讀者好慘啊，我都無言咗，係香港有班咁係會有一班咁低收入嘅人工，你叫人哋情何以堪咧？而家做呢啲咁嘅嘢，即係做即係做呢一個咁嘅外勞，仲要你記住喎，暫時係咁少啫喎，佢預計係10万嘅喎，十幾萬人嘅喎，係，係冇錯，你會將大灣區嘅收入條數即而且確拉高咗嚇，咁嘅收入條數啊，我講緊，即係你要。佢中意做數字噶嘛，大佬。咁問題就係，咁你香港人咧，而家唔係話嗰啲工作冇人做喎，嗰啲工作都有人做緊噶喎，嚇。只不過係你呢一班人嚟到擁冧咗個地方嘅啫喎。即係好簡單，我同你講啦，建築工人你要請得去嘅係大集團，即係你招咗個大標啦，起十幾起。起一個大 project 啦，唔係單棟樓啦。咁我問你，起個大 project 至少四五棟樓嘅，即係最快你都砌一年啦啩。咁即係佢一年入邊就係長工，而香港人只可以打散工。係啊，仲有嗰啲乜卡物卡，每一個工種都有張卡噶嘛。係啊，包埋嘅，包埋啊，又係政府包。系啊，交培训啊嘛，嗱，揸的士、小巴又系啦。系啊，包保中，包你攞到牌，哇！呢又系佢。我哋香港人考个牌咧，就自己又唔荷包。系啊，即系你全部嘢矛盾，你难怪啲人系而家个压力会咁大咯。我同你讲。系啊，即系生活上嘅困难都会令到你有呢个抑郁，引致自杀嘅念头。其实呢个。最多一句不患寡而患不均啊嘛，即系唔怕少，最怕分赃唔匀。大家少都系分赃唔匀嘅，即系重点就系分赃唔匀。人哋分得多，我哋香港人本土嘅本地人就分得少。咁正常系应该系本地人优先噶嘛呢啲嘢，但系你算啦，我都唔讲落去啦。讲落去都冇意义嘅，你都影响唔到个大局嘅，仲反而话你咁多嘢讲，越讲越唔开心添，反而吓。系啊，咁都系建议翻啦。大家唔开心，揾个对象倾下偈，揾唔到嘅，学罗哥话斋，行啲少啲人静啲嘅地方，嗌两声啊，讲下粗口啊。發泄一下，因為講粗口咧，同埋大聲嗌咧，係會將個人個負面情緒啊降低嘅，個人會鬆咗嘅。你諗唔到個名啊？屌柒邊個咧？你咪嗌咯，燒文咗啦，仆街，爭錢又唔還，得噶啦，你嗌啦，冇問題啊，係咪先？香港嚟噶嘛，就算大聲嗌。就算大聲嗌一聲，一聲都有嘅。其實有啲咁嘅課堂噶出邊，好難噶。你點知個香港嗰啲嚇嗰啲正義嘅 popo 會點做嘅？以為你 short 鳩咗啊？呢個肯定係黃色黑布啦。咁嗌法唔係咁，你大聲嗌咧，就算唔俾人拉，咁啊，其他人嘅眼光望住你好撚尷尬，咁都係一種疏導嚟嘅喎。所以我咪話，所以我不過你急我撚咗，哇！真係疏導嚟嘅，其實啊。咁今晚咧，我唔講太耐，因為我電話冇電啊。喂，咁啊，最尾咧，即係我補充一句啦，好緊要嘅。咁啊，記住啊，所有嚇、啊，記住啊，30歲以上嚇，40歲以下嘅女聽眾咧，咁啊，如果你有咩問題咧，可以直接打這個呢個咧專線喎，我哋台咧有專人回覆你啊，係咪 Ken 哥？係啊，冇錯。係啊，咁啊，男聽眾咧，咁啊，另外再諗方法啦，咁啊。最尾有啲乜嘢要去補充咧？我補充先，補充下咧。咁即係留意一下身邊人啦，或者識嘅又好，唔識嘅又好，好親密嘅又好，同事
隔離台或者招呼都不打，同時你留意一下有沒有啲求生信號。嗯，係啦，留意一下佢有冇發出求生信號，幫到嘅就試下幫。如果自己發現自己有呢個問題嘅，而家去揾定辦法疏導，揾社工，揾教會，揾動物，點都好啊，就或者打啲字上嚟啊，我哋同你傾下啊。你見養最好噶啦，係咪？有樣嘢咧，我琴日咧登咗個麥當勞包出嚟啊，因為我一翻澳門咧，我好中意咧，朝頭早去麥當勞食早餐啊。因為麥當勞有一樣我好中意食嘅，嗰樣叫薯餅啊。薯餅係一樣我已經愛咗佢30年以上嘅嘢嚟啊。麥當勞嘅薯餅唔知點解咁好食啊。咁啲聽眾話唔健康啦，點樣？但係每次咧，即係真係噶，去麥當勞食完早餐咧，唔知點解好開心噶。無論你係食早餐、午餐啦，食個通粉餐啦，你都有無比嘅歡樂噶。一聞到佢陣味咧，一見到個薯餅我就笑噶啦。唔緊要啊，大家咪試下咯，揾一樣你覺得開心咯，你望到食到就會笑噶啦，或者你對有啲人咯，你一同佢傾偈就開心噶啦，係咪啊？咁都得噶，冇問題噶，咪咁樣做咯。系啊，总之每个人都有个方法嘅，其实个个人都唔未必系一样嘅，其实咁啊试下，即系唔好放弃自己，总人哋话咩方法总比问题多，其实未必嘅，呢个老实讲未必嘅，嗯，系我即系方法未必多得过问题，但系咧忍一忍啦，过咗就冇噶啦，件事始终会解决嘅，即系未必系好多。方法嘅可能得一個或者冇解決方法，但係都會過去噶嘛。嗯，係啊，始終都會過去噶嘛。好，咁啊，今集嚟到呢度差唔多好嘛，因為我電話得翻幾 percent 電啦，好嘛。咁啊，我哋下次翻嚟好嘛，聽我兩個。好，大家香港人都要加油，大家都要加油。大家加油。好，拜拜。